5+2=5，5+2=能做，谁能顶一下？小丽，我想试一下。妈妈，我还是决定去比赛了。你总担心我会不会受伤，害怕我这个，害怕我那个。然后渐渐的，我就什么都不敢去做。我总是希望别人来肯定我、认可我，活得像是一直在寻找书里的标准答案一样。可人生不是5年模拟3年高考呀。 答案也有错的时候。你高三给我买的那一本数学第23页的第1大题，答案就错喽。如果人生有标准答案，那该有多无聊。这一次我不想半途而废，我要按照自己的心愿去走一走，我会加油的。 5+2只有他能做呢，英英你能跳吗？小朱呢？哇塞！5+2谁能做？谁能顶一下？要不咱们降低难度？小丽，我想试一下，你有把握吗？ 下面有请西南传媒大学啦啦队上场，来来来，上场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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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
恐惧离开父母的庇护，弱小的我们是否可以独自面对风暴？这一刻，小公主皇甫终于重新长出了翅膀，给出了一份机智的答案。11点了，王博，你妈还来不来电话？突然不打了，我还有点不习惯了。啊，你这也够了，不打电话来，你反倒不踏实了。嗯。哎，差不多到时间了，该给奶奶打电话了。哎呀，不打了，也不能天天一直都这样追着她呀，她总要长大，总要自己飞的嘛。真不打了。闲着的样子蛮酷的。与你无关。好像是受了刑。与你无关。我是周瑜。这世界很酷。